直当补当补嘴康。立冬为冬季之始，气温渐低，首重进补。知道立冬这节气啊，是我们要藏我们的阳气，所以这时候是最适合做一些冬令进补，甚至主收藏跟收纳，其实大家要补一些阳气跟一些气血啊。其实当归、何首乌啊、黄芪哦，这些其实都是可以。秋去冬来，立冬降，进补蓄体力，因正值农忙，稻谷待收藏。立冬万物若好收，查某人就发嘴秋。这地处的查某人，就去田里去远呢，大无用，无用甲拢未过一段化妆洗面，所以查某人嘛发嘴秋啦，我当打扮家己就对。一年的努力在原乡，米共计庆丰收。高雄卡纳卡纳富族小米丰收时，族人将年糕搓捏粘于男子会所柱子，全族团聚礼敬地神。祭典象征一年结束，竹林满山，冬笋采收将近。这是立冬之前的收纳。好啊，这几个孙子是完的没有啊，要等到明年，就要腌制啦，比如笋干啦、生笋、酱笋，这个咱家捡下甜安尼就好啊。这豆腐盐甲糖，因为咱安尼腌好，咱是毋是一年四季拢会当食？安尼就当季拢有牛屎人好食，啊，遮早期农业社会的时阵就是拢食这个。腌笋备粮好过冬，此时也是冬季水果收成之时。咱东山区的较适合种凤柑啦，啊，所以才会凤柑这味道不错啦，较袂酸，啊，较甜。这较算底，这有甜啊，啊，算有大粒，大爱加个。你若放到上班吼，伊放到大天气，较会有汤啦。进目前进来是台湾上早，伊迄条石上吼，是一一条枇杷去哩，直接出到嘉义、云林做南投去，啊，伊北部。气温降，柑橘逐渐饱满成熟，一颗颗黄沉沉挂枝头，也宣告冬季正式来临。